方看 ，y 对 x 求导，我就先对整个求导，就等于 secant h 平方一减 s 平方，啊，这个再对 x 求导，负二 x， 所以等于保护的这个 secant 的话，把它写成 cos 分之一。cos h x 平方，不是吧？一减 x 平方，分之负二 x 平方。